不知道大家平时在家是怎么准备蒜米的？是需要用到大蒜时才剥一次，还是一次过剥完全部大蒜，把大蒜打成蒜米后收藏，等到要用到时即刻就有现成的？你是前者还是后者的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珊珊小品频道。在网络上我看见很多简单又快速的剥大蒜方法，结果自己也在家里试试看。经过自己尝试好几种方法后，最后选择比较便于自己的方法。大家在观看完这期的视频后，你觉得哪个方法比较好？又或者你有哪个方法可以快速的准备多次需要使用的蒜米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。方法一，徒手剥大蒜。把大蒜都剥成小瓣后，双手食指和拇指握着大蒜的头和尾部，接着双手稍微用力往中间挤压，大蒜的皮就很容易的蹦开了，也很轻松的就把大蒜的皮给剥掉。但是我发现使用这个方法剥大蒜有个坏处，那就是当你剥了几颗大蒜后，你会发现你的手指会很痛。方法二，泡水式剥大蒜。准备一碗清水，把大蒜放进去浸泡大约5分钟，清水有助于软化大蒜皮，5分钟后大蒜皮就很容易给剥掉了。这一个方法我就觉得蛮不错的，大家不妨可以试试这一个方法剥大蒜哦。方法三，空瓶式剥大蒜。准备一个瓶口大一点的空瓶，把大蒜放入空瓶内，盖上瓶盖后往砧板上敲打，没多久你就会发现很多大蒜的皮自动脱落了，有些还粘在大蒜上的皮轻轻一剥，大蒜皮很轻易的就剥下了。还有另一个方法，就是把大蒜同样放入空瓶中，盖上瓶盖，以上下摇晃瓶子的方式摇晃，不久后取出大蒜，大蒜皮很容易就剥落了。珊珊比较喜欢使用摇晃式的方法，还可以锻炼手臂哦。方法四，瓶盖剥大蒜。准备一个塑料瓶的瓶盖，利用瓶盖的边缘在大蒜底部掰开，瓶盖就相当于代替我们的手指在抠大蒜。这个方法也还好，如果曾经试过使用指甲去抠大蒜皮，就会发现当我们抠完全部大蒜后，就会觉得手指和指甲都很痛。使用瓶盖可以代替我们的手指。全部大蒜都剥好后，把大蒜切成小块一些，接着把大蒜放入蒜米搅拌器打成蒜米。打成蒜米后，取出放入一个干净无水的容器，放入冰箱冷藏，需要用到时就可以省下剥大蒜的时间啦。以下这四个剥大蒜的方法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呢？如果你还有其他简单又快速剥大蒜的方法，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让我知道哦。这些方法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为我点赞和分享给你家人朋友，还有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